波多黎各是哪个国家？波多黎各自治邦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，北临大西洋，南濒加勒比海，东与美属、英属、维尔京群岛隔水相望，西隔莫纳海峡，同多米尼加共和国为邻。它是美国的自治区。波多黎各面积9104平方公里，人口341万，其中波多黎各人占76.2%。根据1952年由美国制定的宪法，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，由选举产生，任期4年，下设部长会议。美国国会有权废除波多黎各会议通过的法律。